So 这个extended writing 呢，我上次每次都在提醒大家，我建议大家用这个15到20分钟来回答，所以相信大家应该都完成了吧？有人没有完成的吗？可以在 chat box 里面跟我讲一下吗？有人没有完成吗？完成的人可以给我一个赞吗？OK，很好，你们都有在时间里面完成，15到20分钟完成这一题，不要想太多，回答那三题就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回去他刚才提出的三个问题什么？第一个，他要我们讲 What would you do for the pets 吗？所以你会为了 pets 做什么？第二个，他要求你的 reason，你会做这件事情，那原因是什么？第三个呢，他就问你说 benefits of having pets，所以我们要写说我们如果有宠物的好处是什么？所以我们看看这个 model essay 有没有回答到这三个点。那我们来看看第一段：Many families keep a pet as a playmate or to guide their house。很多家庭呢会要养宠物，是因为他想要作为一个玩伴，或者是作为一个 guide，照顾那个家里是防贼的那一种。然后，common pets are cats and dogs，就是通常呢我们会养猫跟狗来作为宠物，but others also keep fish or hamster as pets too。就有些人也会养鱼跟仓鼠作为宠物。I too have a pet, a rabbit。我也有一只宠物，是一只兔子哦。这个作者养只兔子，It has soft white fur and a bushy tail。这个兔子呢，它有软软的白色毛发，然后它也有一个毛非常浓密的小尾巴。I will make sure my rabbit is happy and healthy at all times。哦，所以这边就来到了，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会喂兔子做什么了。I will make my rabbit happy and healthy at all times。他这期就讲说，我会确保我的兔子是一直都很开心，一直都很健康。I provide fresh vegetables and rabbit pellets as well as clean drinking water。我提供新鲜的蔬菜，也有这个新鲜的这个 pellets。Rabbit 好像我们养猫，我们下面不是会放那个猫砂？养兔子呢，下面一般是放那种木屑或纸屑。然后，as well as clean drinking water，也会给它干净的食用水。为什么呢？So that it eats well and stays healthy，所以它吃得好，然后也很健康。I brush it regularly to remove loose fur because if it swallows a fur ball, it will stop eating。我也经常给它刷毛，就我们人会脱发，那兔子也会脱毛，所以我们就把它那个脱的毛给梳下来。因为如果它不小心吃进去那一个毛球的话，它就会停止进食。Okay, I take my rabbit to the veterinarian, from time to time to make sure it's free from diseases。我也会经常带我的兔子去看兽医，要确保它没有任何疾病。所以他就提到了三点，他会一二三，对，他提出了三点，他会为他兔子做的事情，然后也提供了原因。那最后一段呢，就来讲明 benefits。Pets provide companionship and keep you fit。就宠物既提供了你陪伴，它也让你保持一个很健壮的身体，因为你要陪它玩嘛。然后，but most importantly, when we care for pets, we become independent。Discipline and less self-centered。那最重要的是呢，当我们照顾宠物的时候，我们也变得更独立、更加自律，以及没有那么自我为中心。为什么？As we need to spend time feeding and cleaning them，因为我们要花时间去喂它，也要去清理它，不只是清理它整个人，帮它冲凉，你还要清理它的整个生活环境。所以呢，这边提供到了我们的几个好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什么可以分享？我给大家几个思路。如果当时都是想不到这一点，你可以写什么？比如说，我觉得一个是责任感的部分，responsibility，be more responsible。为什么？因为照顾宠物，你对它有责任。宠物很多事情不能自己做，可是你才能帮它做，所以你就要有个责任感，说时间到了你要这样子做，时间到了你要给它带它去看医生，时间到了你必须要带它去修剪毛发、剪指甲啊，或者是说。时间到了，带他去散步，要给他心理 psychology 也 psychologically 也很健康，所以这是一个责任感。然后再来就是除了那个时间，他刚也讲到的，就是 discipline 自律的部分也跟他有关系。再来是 punctual，
时间观念，时间到了三餐，你准时吃你的三餐，那动物也要准时吃三餐，所以也有一个准时的概念。再来，我觉得还有更多的是，这一个，我觉得是那个叫什么健康啊，不是 hygiene 的部分。因为其实宠物呢，它弄肮脏了自己，它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清干净，可以啦，可能像猫舔干净自己，可是好像它大便了怎样啊什么，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个卫生习惯，你会常常把它清理，你会确保你的这个周围的干净。然后再来的是，我觉得还有是耐心的部分 ，passion。为什么？因为其实宠物刚刚来你家的时候，它不知道其实它要去哪里大便什么，它就像我们小时候连抓它握汤匙握菜也不会，是妈妈很耐心的教我们。那一样的道理，你也要给你的宠物做 potty training， 假设是狗狗猫猫这样的话，那一方面也会训练你的耐心。所以我觉得以下这几点都是我从生活例子上面去想到的更多事物。当然你也可以有你很有创意的答案。然后暂时是这么多，因为我觉得你可以为宠物做的事情更加生活化，你可以自己想到。那我就分享了 benefits 的部分。有人没有跟上吗？没有跟上的人可以在 chat box 跟我讲，跟上的人给我一个赞，让我知道你明白了。啊，好吧，过半数人都明白了，非常棒。那今天呢，我们就只会做这两个习题，现在也是差不多要下课的时间，可是呢还不能下课，我有一个东西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 part 3不是那个 part 3是那个叫什么 extended writing。因为我们上次是写 point form 嘛，我们并没有完整的完成一个作文，可是这次我希望大家可以在20到25分钟内写完一个200到250个字的作文，所以我提前给大家上一点课，然后大家可以在两个礼拜内给自己一点点想法。那我们来看看第三题是什么。所以第三题呢是 You recently saw this notice in a magazine， 你在杂志里面看到这个 notice， 他在做什么 reviews required， 他在找 reviews。 reviews 就是好像我们平常在什么 Shopee 啊、淘宝啊、Lazada 啊，或者是 Facebook 啊，他看到人家写说哦，我买完这个东西的 reviews， 哦，我去完这个餐厅的 reviews， 看看还有什么。哦，他要找的是餐厅的 review。Have you dined in a restaurant lately？ 你最近有没有在餐厅里面用过餐？Send us your review about it。 那你就 你就发一个 review 给我们。我知道大家最近就是 MCO 嘛，不能 dine in， 那我们就想回在没有 MCO 以前我们 dine in 的经验。 Write what you enjoy about the restaurant， 写下关于你对这个 restaurant 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很不错的，你就写一下。你可以写说食物的味道啊，食物的价格啊，食物的氛围啊，服务人员的服务态度啊，然后装潢啊、地点啊都可以分享。Would you recommend the restaurant to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你会把这一个餐厅介绍给你的朋友或亲戚吗？然后 why？ Yes， 你要写 why。 No， 你不 recommend， 你也要写 why。 The best reviews will be published in our newsletter， 就是最好写的最好的这个 review， 我会把它刊登在我们的 newsletter 里面。这是第三题。第四题呢是To see this notice on the school notice board。 哦，我们在学校的这个布告栏看到这个 notice， 他在做什么？ Articles required for lifestyle section。 诶，生活版在找 articles。 诶，我们之前写过 magazine article， 相信这个 template 方面你应该都可以。那他要的题目是 leisure activity， 休闲时的活动，所以他要你写三点。 What can you do to spend your leisure time？ 你休闲时间的时候是怎么做什么活动去消耗的。然后第二点是 What are the benefits of performing each activity？ 那如果我们进行这以下几个活动，它的好处是什么？所以你看得出它不是要你建一个，它要建你几个，所以你要每一个都要写它的这个好处。 Which leisure activity appeals most to you？ 就是说哪一个休闲活动呢看起来是最吸引你的，然后你也要写下你的原因。 So write us an article answering this question。 根据以上这几个提问，你写一个 article，然后 the best article will be displayed in the school magazine。 一样，所以写的最好的 article 呢会刊登在学校的杂志里面，所以这是一个 article 的这个 template。 然后第五题呢，它的题目是 Your school magazine has organized a short story competition。
学校杂志呢举办了一个短文比赛，然后 your teacher has asked you to enter the competition， 老师要求你就是叫你参加这个比赛。 The story must have the title A Narrow Escape， 就是学这个故事的题目必须要是A Narrow Escape， 就是险些你逃不了的，就是很惊险很惊险，然后最后你逃出来，但是你险些就逃不了的。然后你的 story 要包含两个大重点，一个是 a description of the incident， 你要形容这整个事件是怎样的。第二个你要写 how it taught a useful lesson， 你要去写说这一个事件呢给到你什么样的启示启发，你学到了什么东西。OK， 所以你要写到这两点。你有没有发现到每一次来到三四五题的时候呢，三四他都会要求你写是有 template 的，是有一个格式的。第五题都是写故事，这个是每一次都会这样的。然后根据我上次讲的，第五题呢要你写 story 的时候，一般上他会要求你比较大的词汇量，就是形容跟这一个你的创意力也要很够。然后第三题跟第四题呢，它都会比较考你对于 template 的了解，然后都是比较几个重点你写出来。一般上我会建议写三到四个点，你就会达到200到250个字，然后就写完了。然后都一般上它都会给你一点思路的，好像还有一个 point 放去指引你去写。然后今天我给大家解释了三四五呢，是希望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拓展一点思路，把大纲稍微写下，用5到10分钟写下来。然后我们两个礼拜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写一个80到100%完成度的extended writing 的作文，这是两个礼拜后的作业。所以希望大家能记得的就准备一下下，不花你很多时间，5到10分钟就好了。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来把它写成一个完整到200到250个字的作文。下个礼拜我们是会做 grammar 的部分，然后相对的 material 我等下会 upload 到 classroom 去。今天的作业呢，我希望大家等下可以 upload 到我们的 classwork 那里去。 OK， 没有，如果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在 chat box 里面问我，有问题吗？没有问题的人可以给我一个赞，表示你明白今天我们课堂上学的所有东西。很好，大家的过半数都理解，非常棒。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会上 grammar。 OK， 拜拜。